大家好，我是小紫，今天又和老妈上山了。然后最近红葱、牛肝菌那些特别少了，今天来山里找一下，看有没有杂菌那些什么菌的。有鸡油菌，看老妈发现一小朵鸡油菌，黄色的。哎呀，对了。嗯，那地还有。看呀，这里发现一小堆。黄色的鸡油菌，哇，特别好看！看呀，这里又发现了鸡油菌。嗯，这个是有点红，刚才采的这个是有点黄。嗯，两种都一样，都挺好吃的，只是颜色不一样。要红的更好看一点。哇，你看上面还有很多那种小的，密密麻麻的，太小了，咱们就不去动它了，过几天再来采。看一下小堆，特别好。看呀，这里又有几朵小小的，红红的，这种菇就不会长特别大。那小的就盖起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小的特别多，这山上遍地都是这种小的，等过几天来就应该大一点了。今天先来给它盖起来一点。看一下，这里又发现几朵，哇，这个鸡油菌的颜色特别好看，就像加了色素一样，颜色特别鲜。看呀，这个蘑菇特别容易坏，能轻轻的拿啊，等我给我拍。看呀，上面这里太小了，小朵一小朵的，给它盖起来。哇，看呀，这里又发现几小朵，也是特别小，盖起来吧。这里有一朵黄色的，这里看到三小朵，然后这个是黄色的，这种腿没那么肥，也是鸡油菌，跟刚才那种一样的。看一下，这里又发现一堆鸡油菌，哇，这鸡都有点大了。这里有小朵，嗯，拿过来掐一下脚。看一下，老妈说发现鸡枞，耶，可以堵的，啊，得啊，喂，嗯，忘掉了，人家敲森林啊，还。你看老妈看到一小朵鸡枞，还叫我来拍一下，头都没有。咦，看一下，找了两个小时，就找了这么一点鸡油菌，这是我的。然后这是老妈找的，老妈找的多一点，找的少一点。